禀报狄公将军，敌军已经逼近到眼前了，不如我等还是先撤退吧。莫大，只需一心追求皇天之事即可。 废话留到黄泉路上说吧。二哥，时隔多日，来一个。别磨磨蹭蹭的，快过来啊！天之青龙，请见证我等坚定之情谊与救国大志吧。 不法之徒，正好，还要替天行道，只裁贪官污吏。吾等手中侠义之刃，斩杀恶徒无数。然而，乱世中征战不休，长此以往，仍是百姓遭难。此身武艺，应当用于拯救万千黎民。 咱们兄弟立誓平定此乱世，令苍生再度展露笑颜，当如青龙一般向世人昭示侠义之心。
自桃园以来，从未如此振奋过。许久未感到如此热血沸腾。兄长，是否无恙？黄巾军似乎从此地撤退了，他们定将从祭坛深处逃往广宗。我等会随后赶上，后会有期。下次见面前可别轻易死掉啊！